丁野田从影三十年，演技精湛的他勇于挑战各种方言，曾在2009年荣获了金钟奖最佳女配角。将滑嫩的板豆腐煎至金黄油亮，然后再与风味浓郁的孜然与咖喱炖煮入味，一开锅呀，立刻就香味扑鼻。现在就让我们来品尝这一道美味吧。轻松派天空灯来欢迎我的老同学丁野田，你好。轻松派的朋友大家好，哇，江老师丁野田，老同学。丁野田以前不叫丁野田，是我的本名叫朱静子。对呀、啊，所以以前我们在华师训练班的时候，那毕业纪念册翻开来还是朱静子啊，对对对 对, 對，那时候还没取到这个名字。对呀、啊，然后我跟顾宝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在讲说那个朱静子啊。所以这个讲起来真的是华氏训练班第一期的这个同学嘛，哈，对，好，今天我们的这个丁野田呢，烧什么菜？你不是知道吗？我哪知道啊，是你烧菜啊，不是我烧菜啊，嗯，什么菜名忘了？我忘了。好了，没关系，已经开始要预防失智，哈，这样来一下，大家比较记得是什么东西？对，啊，好，记得，而且叫做什么？香干豆腐。好，我们等一下看一下那个，先让大家看一下，除了你拿了豆腐之外，还要准备什么其他的材料跟调味料啊？香干豆腐材料有板豆腐2块，香菇5朵，枸杞1汤匙。姜适量，调味料有花椒粒1大匙，干辣椒丁2大匙，孜然粉3茶匙，咖喱粉3茶匙，芹菜1小把，香菜1小把。好，现在呢，我们来菜刀交给你啦。这个是豆腐，是，好会切哦。那我先来开火。其实我们凭良心讲，哪有时间烧菜呀？吃便当啊！你真说对了。是啊，在外面都吃便当，而且我们是叫做外食人口，因为拍戏嘛，拍戏哪有时间东奔西跑，对不对？哦，到处跑。哎，其实啊，想换好锅哎。好，来，为了你，来，我们就用点好锅，好不好？谢谢。好，那这个先把它的豆腐，把它煎香。煎一下。好，我来顾这个豆腐，对不对？好。哎，其实我们丁野田，除了演戏之外，你还有尝试过其他的东西吗？因为演艺传播这个行业很多啊，对不对？对，有包括除了演戏啦、歌唱啦，像主持啦，哈，然后走秀啊 ，model 啊，谢谢你啊，有吗？没有，没有，但是走秀没有，走秀没有。但是你现在有这个计划吗？要当 model 吗？是不是？我很想啊，但是好像没有人找我试这个服装。你们公司就会帮你安排。她是年轻的辣妹型的。对，所以为什么要这样讲？她现在很 care 左边脸漂亮，右边脸漂亮，因为我们演艺人员都要签经纪公司嘛，对不对？对。好，那有一个经纪人带嘛。对。像我一直没有经纪人啊，对不对？那现在为了要跟得上时尚，也开始找经纪人啊。你不是已经有去跟他们接触过了吗？现在有了，今年呢，58岁啊，才开始签经纪人啊，因为还是要有人去帮你那个嘛。我们是老运，老运走老运嘛。可是问题是说，我们是找戏剧挂的。没有，现在的经纪公司都里面都有那个演艺部，但是我们丁野田签的那个经纪公司，就是我们台湾2大 model 公司，人家怎么不是不好意思，人家怎么会找我？老实是说，是啊，因为你们那个公司的那个有名的 model 是有那个谁，蔡淑臻吧？
是，还有淑珍，哦，对，他也转到那个表演去了嘛，现在好多好多，嗯，对。但是呢，当然都是他们这些就是模特儿，他们给他们，帮我看，我来看，他就会说让他们有多元的发展嘛，对不对？对。那怎么会想到会签一个像你这么一个专业、资深、优秀的，完全是纯演艺就是演员呢？这是因为我拍了一部戏，正好跟他们的当家花旦，就是你跟他们一零的一个这个对有合作到一起合作演戏，对，我也我跟阮经天也一起演过啊，凯沃并没有找我去签啊，为什么？我就问他们，我主动问他们，我说哎，你们公司有没有那个？结果他是有演艺部，是有演艺部，我就说哎，那我这种类型的演员你们有没有？他说哎，还真没有。他们就是哎，想说，因为他有演艺部了，而且演艺部已经一年了，很哎，对对。那个我进去之后，他是已经一年了，然后这一年当中有那个年纪大的是那个太保哥，太保也去，太保也是他的一零当他的那个是艺人呢，是哎，其实你有没有想到过？太保真的，他又高，他虽然说有一点年纪，可是他的那种帅气，随着他的年龄越来越迷人。对，而且他个人高，身材好，他不输给现在的这个线上的男性 model， 对不对？对，太保也可以走秀哎。他走过吧，我好像记得我是不是哪里杂志上有看过。而且你也可以，那个也丁野田也可以。好，没关系，辣妈型的啦，辣妈型可以。好，我们先不要动它，动它它就破了。是，好，现在你这个都切好了，对不对？是，我要然后还有什么呢？我们要煎这两样。好，我们换一个锅子。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说要现在要把酱油哦，要炒什么？炒这两样。哦，好棒哦！辣椒是宫保，还有花椒，好喜欢哦！光这两样我就够了。好，通常有些人是会把它捞起来，你觉得呢？要不要捞？就直接倒进去跟它一起。我不要，我觉得它就留在里面，然后跟豆腐一块烧，好不好？好，那个才又香又辣，就像你一样。那个我啊，好，我现在又香又辣。对呀，麻辣麻辣麻辣。好，然后还要加那个什么高汤吗？不是，放这里的。好，现在把它放下去喽。哇，就烧豆腐是不是？是。哇，好香哦！哦，天哪，太棒了！来 ，OK， change， 好。我们两个人很忙碌哎，这个东西不错哎，我们两个很忙碌。好，现在我交给你了，好，好不好？好，好，然后你要来烧它了，好。现在我们怎么烧它？好，放香菇下去，还有呢，姜片，对不对？其实我跟你讲，吃吼真的你也没有说很在意每天吃什么，而且呢，其实丁野田很有趣，我们刚刚还没讲完哈，就是说像他们呢，虽然说是都是年轻的 model 哈，他们也很努力的在让自己有多元的发展，但是我发觉你可以教他们演戏耶，真的可以。100%可以。第一，你的演员的这个经历是这么的丰富；第二，得过奖，对不对？第三，为了要让自己呢演出更真实，然后呢，甚至于在语言上面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像你原来是叫做我们常在讲国语挂的，连闽南语都不会说的，就现在你还演客家角色。就硬练了，那也没办法。是演什么？演妈妈。演我知道。演婆婆。演妈妈都有。对，那讲客家话吗？讲客家话。怎么讲？就是，剧本来了。哎。他们，我跟他们说要老师。你跟他们说要老师。对。需要。他们一定会给，因为他们找我这国语挂的，一定会给老师。对呀，然后。所以这就是占便宜的地方。是。然后是现场现学现卖，没有在家练完。他先就是老师把那个台词用客家话念一遍，你再照着去背，是不是？是。那
有没有很难呢、啊？客家话的发音很复杂吧？那我觉得客家话比那个闽南语稍微容易一点。真的吗？是的。客家话我除了他们就是那个音韵哈，我会稍微那个，因为是一个男老师教嘛，哎，可能演一个老妈妈来说，我们要自己再去加那个老人家的对那些气，对。那但是那个老师教的不错的话哈，基本上是就不用了。对，那你当时你有没有花很多的那个时间，就是一直不断的要去背？那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就因为我妈在客厅看电视嘛，然后我就躺在房间的床上，背看，对啊，就这样背啊，然后懒嘛，就躺在床上，结果后来发现那个筋骨都不通了。为什么？因为你背就这样子嘛，然后就这样背嘛，然后他躺在床上这样背，对，因为你不常那个，要不然起来吃饭，还有该做的事做一做，然后就在那边纯背，一直纯就是在背那个客家，那个一定要客家语，一定要靠背啊。是，然后筋骨不通了，突然发觉筋骨不通了。才知道人不应该一直躺在那。是，好，那客家语呢？你现在还会讲吗？花了那么多时间背那么多台词，你现在应该可以变成你的另外一种语言了。不会，不会，是为什么？演完就还给他就对了。是的，这样呢？怎么这样呢？哎呀，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好香哦，好香，但不能动。我们要加一点水，让它再去烧，好不好？好，加水和调味料，好不好？来。好，我们把那个泡香菇的水放下去，然后再放调味料。好，枸杞一点。好，再来放什么呢？酱油。好，哇，好香。再来放，这是好东西哦，孜然粉。孜然粉，就让它现在去焖去烧。好，不能放太多。好，再来呢，咖喱粉。哇这个豆腐应该非常非常好吃，好吃，有点奇怪的，但是不会，非常非常好吃，很有那个蒙古风味，对，好，麻辣香，好，那现在就让它去花点时间来炖，好，我让它进去，那你就把汗擦一下吧，是，现在才几月，你已经满头大汗了，我什么都不会，就汗流的特多，其实是表示身体好。真的是身体好，你的代谢好。你刚刚在讲，你说好筋骨都不通了，那怎么办？怎么去调整？后来就找一个师傅帮我推。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保持，要自己动，这个年纪要运动，对不对？好，现在我们把盖子盖起来，让它去焖烧，用小火让它烧入味哈。好，在烧的过程当中，来，林雨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呢？除了这个，自己这么专注的去背剧本之外呀，其实他呢才刚刚进，叫做什么闭关，自我闭关。他每次来都会分享他闭关的一些经历。然后你最近才刚刚闭关9天，算闭关好严重。可是这样说好了，应该是我们老师教我们一个呼吸法，然后就说如果你要学的话，你一定得花7天的时间一定得。那如果说你就是你要发誓嘛，就是说你要学的话，一定要有自己让自己有一个整个调整的时间，对，你要学，你真的就把它全部都学了，把它练了。那我就想说，既然要学，我就 promise 啊，所以你很有，所以一定要做，但是在一年之内，然后眼看着这一年要到了，我想，发誓的事情不非同小可，于是好，那这样子是自己在家里吗？还是去外面什么地方？其实到哪里都可以，那我是选择家里，因为为什么在家里？一个方便，一个我妈在啊，妈妈会帮你忙吗？对于是我就跟他说我要做功课咯，然后他就说我就说7天到10天，他说然后他说那你就把菜拿过去，就那个我要自己那个我也不能出来嘛，我就说好啊，
看是你要帮我护关还是我自己弄都可以啊。嗯，然后因为我们是从中午进去的，他就跟我说，他说第二天他就说，我看我帮你护关好了，我就他帮你料理你的这个吃的东西，是的，你自己都不用烧菜，是的，就是在自己在调呼吸，对对对，因为我们一定要在上面10个小时。在上面，在座上，坐在那个静坐的地方，对对对，然后在自己的房间，在哪都可以，我就找了一个椅子，我就在那里坐，就开始静坐，对对，静坐，然后不说话，哦，要静语，然后每个地方就贴了好大一个条写，静语静语，因为我怕忘记，自己怕开口，对，然后那个自我提醒，对，一定要提醒，因为你会有的时候我们会那个。其实有两次，怎样说话了？就是、看到那个时间，我说，哎呀，那，对，不发出来两次，但是像这种的是，有师兄问过老师，他是说你就赶快不讲就好了，也不是你也不是故意讲话，也不是那个，就是一种提醒。他其实真正的得到的一个就是说这样子的一段时间自我这样子的一个调整，你觉得你自己感受到你得到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人静下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因为我们常常。我们以为我们在那边是静的，但是里面所有的念头是不静的。是，对，是。那在那个时候，你会发觉，啊，你已经练了那么久了，然后你所有的，你还是那么浮躁，浮躁，嘿，但还不错，因为是要呼吸嘛，所以我发觉，三天之中，我里面很痛，因为我没有。呼吸让它很充足的运动它，所以不常用它，它就很重很痛。到第三天以后就渐渐减轻了，慢慢慢慢就是把注意力专注放在呼吸上面。对，所以我发现，我可能在我肺啊、心脏旁边的那个或者肝旁边的肥肉，都因为这样子消了很多，啊，就是呼吸也轻了。对，等我9天，因为我没有做10天，我做9天，9天出来以后，我发觉，身体变好了，然后有一些状况没了。本来前面我不是说那那些身体的状况嘛，没了。所以其实哈，人哦是在像是一个机器，不断的一直在忙碌当中，对不对？对。那自己寻找一个时间，让自己呢把心静下来，把呼吸调整好，这也是算是身心灵的一种清净，对不对？好，那这样子调整之后呢，当然。整个人啊，又焕然一新了哈。是的。哦，这个时候我发觉你好像要起锅了，对不对？是的。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最小。其实跟大家说，这个香气已经非常的美了。那我们现在就来起锅，然后呢，我们来尝尝看这个这么麻辣香的豆腐到底是什么滋味，好吗？好。香干豆腐，做法是姜切片，香菇泡软切丝，香菜、芹菜切末。豆腐切块备用，姜、干辣椒丁、花椒粒以热油炒香备用。起油锅将豆腐入锅煎至金黄，然后再加入炒香的辣椒丁、花椒粒、姜片、香菇丝、香菇水、枸杞、酱油、孜然粉、咖喱粉拌炒。接着盖上锅盖，待汤汁收干的时候，再放入香菜末以及芹菜末。略炒就可以了。现在这个豆腐到底好不好吃？先来先闻闻嘛，好不好？哦，那个香，香味知道吗？真的是香。然后呢，速度很快哎。我们刚刚其实照理说可以再烧久一点哈。哎，真的很棒，我没想到孜然粉这样放下去可以这么让它这么好吃。哎，孜然粉那个透进那个，虽然看起来这样白白的，结果豆腐里面有那个味道。哎，好好吃哎。没想到这么不会做菜的人可以做出那么好吃的菜，谢谢你。这叫做误打误撞，对不对？不小心。好，其实我们也可以照这个方式来试试看。不过我们刚还没讲完哦。像那个丁野田啊，去这样的自己
闭关在自己家很好，因为有些他们会到一个什么某某的一个什么的地方啊，去让自己沉淀，我有想过沉淀放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旁边杂事很多，你想安静其实不容易，因为一会儿人家会来找你，其实你那个一直处于在浮动当中。对，那你那几天当然是七天，那我们一般的人并没有去什么拜师学艺啊，然后也没有办法。你觉得啦，我们这样一般忙碌的现代人是不是可以找个一天或者两天，自己给自己好像其实这样就可以了，怎么做会比较好？因为我们就是说，因为你一定要拿个一整天，拿个一整天在那边，有时候真的很困难。哎，那你就给个一个月吧，好，一个月每天早一天花 ，no， 每天花5分到10分钟。哎，像你不是有吗？我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就有时间够，我就静坐半个钟头，不够那很多啦，10分钟。那是最棒的啊，要不然就是5分钟10分钟，你宁愿短，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刚进去的时候会不耐烦，对，那反而让自己觉得哦，我不想，因为你要熬个半个钟头，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难，一面做一面看，对，就很烦啊，5分钟够，对，所以就干脆你要不然3分钟开始，要不然就真的5分钟。哦，你是说建议我们现在忙碌的现代人，对，每天起床的5分钟。睡前如果不是很累的话，你也可以做5分钟，搞不好做完就睡着了。就是坐在那里，啥事儿都不要想，就是专注在呼吸上面，让自己心静下来。对，万一他真的来了，师父说，不要管他。啊，所谓的他真的来了，其实是在说我们脑袋里面就像海浪一样的，对，来了去，来了去，别理他哈，别认为说，哎，那个就是我们的意念嘛，意念你自己乱想的，都是自己乱想意念。如果做久了，你就知道真的是自己乱想，就是不要理他，随他来，随他去。但是我们心里知道，我现在有乱想啊，现在自己知道，对，那渐渐的，慢慢的，这些累积起来。是很棒的，很棒哦！现代人真的很需要，你有半个钟头就很棒，保持自己的沉淀。对，但是呢，如果最好，如果你有个一天不受干扰，整天不要说话，那是最棒。但是你要真的要写个禁语在里面，因为会不小心说话。是，不小心说话，那又变成另外一种自言自语了。好，其实不说话的感觉真的不错，对不对？真的不错，我觉得大家试试看。真的不错，尤其是当妈妈的，因为天天都在念老公、念小孩，对不对？念。如果一个当妈妈的，让自己想办法，就是先离开一下，2个钟头，什么话都不要说。哦，那个感觉。或者就像你一样，在后面看，不要在前面干扰。哎，对。虽然会很紧张，因为做妈妈一定会紧张，会那个担心你这样，你就错下去，就一直错下去了，我不阻止怎么行？就像他就对了，你看女儿现在看小孩也是用敬语。好，那今天呢，哎，丁野田来跟我们分享那么好的经验，而且做那么好吃的菜哦，谢谢他，也祝他在继续加油，在这个有众多美丽名模的公司里面呢，能够让他各有一片天，好不好？谢谢，谢谢你。谢谢大家。